题呢是让回到小时候。少吃点儿。那些年谁不是个双马尾了？盖上，怕我盖上。今天我们去杨迪父母家做客。白毅，您输了，我请。王璐瑶，坐。倪妮，坐。林雨，坐。杨幂，坐。妈妈，坐。玩个游戏还要我花钱啊？杨迪他聪明聪明，他却很没有口气，没有大爱。没有没有。我觉得你是我心中最帅的儿子。我不管我干什么，我妈都说好棒，让我觉得我真的很优秀自己。我非常感谢你们，我非常感谢爸爸妈妈。这是我们做父母应该做的事情。